的操盘手林炳坤有打电话给李乾隆，然后就说叫侯友宜贿选。他是操盘手吗？那前天我在高雄还在他家跟他聊了很多啊，那他都是非常关心我们，怎么样团结大家。他跟侯友宜也是老朋友啦，那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消息啊。前天我们还在高雄，在林炳坤吴盟主席的家里面聊了很多。因为前立委林炳坤好像打给李乾隆说要换侯，哎呦，我怎么没有听到这个事啊？电话，这样子，就是李乾隆早上有说他跟林炳坤的确聊电话，我跟乾隆兄也蛮熟的啦。